你能想象当天君在圣诞夜显现时，这些牧羊人的感受吗？他们不过是在草场上牧羊，突然间天使布满了天空。他们很可能听过有关天使的传闻，但亲眼见到天使可能令他们又害怕又惊奇。想象一下，数百名天使齐声赞美，势必是欢声雷动，满有荣耀的声音，那是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。或许天使的身份本来就配得人的敬拜，他们反照出天上的荣光，俨然掌控所有的关注和崇敬。这与我们地上所见到的一切大不相同，然而他们并不是敬拜的焦点。就算天使如此非凡，他们也全然专心赞美上帝以及他透过耶稣带来地上的一切祝福。令世人惊异不已的天使也因见到上帝而叹为观止。令牧羊人全然幸福的是，上帝配得他们至高无上的敬拜和赞美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啊，我无法完全明了你有多么伟大，今年的圣诞佳节，求你让我的眼目定睛于你，你是何等配得我的敬拜，不要让我遗忘了你奇妙伟大的作为。天上地下的万物都是为了敬拜你而造的，你何其荣耀，无人能及。阿门。